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枭雄》。还要换一下啦，自动铁弹手枪哎，怎么能不换呢？哦，还有一个神器哦，还有比这把更强的哦。自动铁弹手枪有八发子弹，那我们去战争吧。觉得这台车虽然很滑，但是毕竟它体积小，还蛮好用的。到了。那好像有一点混乱啊。十等的帮派战争，我的八连发手枪直接把他们打死。I always knew the Rooks were strong, but I didn't think you stood a chance against the Bludger.There isn't much standing in your way now. 来吧。哈哈，现在好像都不是我杀的，我是后方掩护。We are Evie and Jacob Fry, and as of this moment, you all work for us. Yeah! 完全征服。子弹还是满满的，就是所谓自动填弹嘛，完全都不会耗损。清理街头。你还是会。还是会要填装啊。对，还是要填装。我没插。
好像多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任务。那我们要先玩这些活动类的吧，直线赛啊，啊，铁人三项，刚好就在附近呢。I knew you were the racing type.Go! Faster! Whoa! Move it!在比赛里面开这台车，开让开，好，不要跑了，开车，下车方向要换。
吸一口只剩下40秒。好难啊，好远啊。最后一场比赛，我感觉这个人的那个又要睡觉了。我的黑鸦班好强啊！现在到了最后一场赛车，居然是海赛车，超难用啊！我要卡关了，啊！小台子好贱哦，一直干扰我。远了吧，第一名的居然是跟我一样的这台车，哎，第三名。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.太烂了，重来。Down.
把我超过去。 On your victory. 哎，他这个是解开世界无敌剑杖哎。 哦，这边还有个拳斗，漏了他。 最强的斗争俱乐部。 他应该是最强的吧？哦，感觉好高级哦！久等呢。 点爆你们！哈！ 三重击杀，可恶啊！哇！看能不能把三重击杀给解了。
法。哦。最后有个动作还神奇，看不出来。还有四场。上来说的是的，哎，刚开始就被揍了。抓一个打一个的，哇！不小心按到反击啦，我的击杀没了，可恶啊！继续继续。赚一点血回来，不然我觉得不太妙。两场，这场就这么吃一而再一下，还不是更惨？哇！等一下，算了算了，算血量。回查，换个动作来，能换一下吗？
还有啊，三火叶问啊，姚苏呀，没了吧 ？What a spectacular fight, Milady! My friends, cheer as loud as you might for our new champion. 最强天杖入手了，最强天杖，还不能做，因为那个稀有物品我还没有找到。好吧，好吧。看看刚刚更新了什么地点，带车的时候更新的，我不知道还有几个宠物最爱，说不定快要玩完了。那就到这边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